听书看戏，犬人方丈，犬人方，三条大道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对了，对不起，刚才贺峰说了一段《三聊斋》，挺有意思的，好像是皮糊不通，皮糊不自己又加工整理。这个神怪呀，不好说，他自己说的也害怕。你这都湿了，你想这头一个简单道书，绝不可能下的，这都湿了。这一上来一摸，好，这潮的，也可能是头一个没底。贺通杨豪通说不好，上头了，他只是明天，原来是应该四天都说，他这两天呢，他是身体不好，是吧？刚从青岛回来，青岛吃的，反正就他就亮了，人家最后上果篮，盘有西瓜，好，头一个转到他这儿就没了，就他拿的多，比他拿四五片儿吃的，转到人家栾云平那儿没了，栾云平那脾气不着这个。但这头挖了，晚上吃什么？吃海螺。他也有心眼儿，每次做他都坐在上菜这口。头一个，纳闷儿，我说怎么挨着呢？我是好往里头坐，里头有空调，受我图这凉快。我说那这站那儿，好，赶这一顿饭吃完，我总结出来了，上菜。每次转到我们这儿就没什么了，那里头。确实，青岛的海鲜呐，还真是美味。尤其贝壳啊，蛤蜊，咱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就叫蛤蜊。蛤蜊呀，就好多种类。扇贝蛤蜊。我一想，这场合就别让了。王昭坐我旁边，这手先拿出来三个给王昭，我再拿四个自己吃。王昭也有心眼儿，那我也尝尝，就拿四个。密切配合，确实这个青岛啤酒也不错。我在那儿喝了多少啊？反正是没醉，也没喝太多。回来再喝咱这燕京啤酒啊，就喝不了了。平常那一瓶能喝一下，今天晚上吃饭剩了多半瓶，喝不下去了，发苦，不是味儿，而且也没有人家青岛啤酒那个凉爽的感觉。喝崂山啤酒，这一趟青岛还不错。您要去青岛，那崂山可乐你可别买，太可乐了，就是咳嗽糖浆啊，弄点气儿，就是崂山可乐。买完了基本上没喝，就全倒了。崂山矿泉水还不错，下批就是杨鹤龄，还有谁不知道？他们敢去了三批，等于搞一个。旅游吧，因为演员天天演出，而且这一分队啊，感情都比较疏远啊。确实是这一分三个队，大伙儿一见面儿啊，一队跟一队待着，二队跟二队待着，我们三队就不受待见的在一块儿待着，都从头到尾都贺字，在一块儿聊，很少就是一队跟三队啊，什么二队，以前还行，现在因为确实见不着面儿，这一分队有的。你像我跟李鹤林那阵儿几乎天天见面，现在最起码从谢金结婚到现在我就没见着他。就谢金结婚上见过他一次，一直见不着。跟高峰见的比较多，因为我们都在学校里边教学，高峰是相声，我是所谓的评书老师，实际上就是蒙着课时费去，也不多，一个月800块钱。好在贺通开车，我不用坐公交了，占他这点便宜。也确实呢，我们基地的那孩子们呢，挺有意思。刚开始啊，还挺尊重你，就不管那套了，大闹。在基地我没少赔钱，眼镜换了一个，
板儿也劈了，褂子就上衣啊，上衣就撕了三件，都是十来岁的孩子，最大的十八岁，最小的十岁，我又好跟他们玩儿，玩熟了在一块闹，把我给摁那儿，把我衣服就撕了。然后呢？这好在是美女学生。我这时不时的还给他们买点儿纪念品鼓励，考前三名的送鸳鸯板，考最后一名的让大伙面批斗，中午一块拿滋水枪滋他，就这么玩。这些孩子们估计再有一段时间也都来了以后分到青年队。青年队现在好多人呢，我们都叫不上名字来，为什么呢？招的人太多了，本来呀园子就少，算上广德楼啊，四个园子，四个园子德云社正式演员就得五六十位，四个园子一块儿来，确实也挺不容易的。再加上这新招生的一批学员，上完课以后又演出。北京现在园子还真不少，那天一打听啊，十好几个。原来就德云社一个，原来也不叫德云社，北京相声大会。郭德纲这一火，这帮人算得救了。是人不是人的都开茶馆说相声。现在的相声啊，别看我是说相声的，我不爱听他们，我还是喜欢听老人的。他们的相声你也不知道说的什么。半个钟头了没入活，前头全按我们术语说都是电话，对吧？太可乐了，我爸爸上前线的，嗨，什么公交故事、鹦鹉系列，想的全家里头。我师傅那个睡虾仁那个也有话全家里，到结尾学跳舞了，在台上翻一跟头耍一猴就完了。现在都是胡闹，过去那个相声不是这样的，每一个段子呀，什么电话录什么活，这都有规矩。你看电视上的评书跟剧场的评书就不一样，我在电视上也不能算是评书，所谓的说书吧，戏曲频道做了这么十期呀、啊、还是多少期的忘记了，就是介绍人这京剧故事啊，我说了六分钟停，人家那儿唱戏，那唱完我接着说，那个没有存在说忘词儿，你词儿真不会也不要紧，头里有一个大屏幕，大屏幕慢慢就给你打出来，你眼睛就看着前头就说就行了，基本上不会出事儿。电台录书那阵儿正好老师，房山广播电台，在房山广播他也照顾我们，谁能录书去咱录书去。一集40块钱，其实这价就不少了，一下录个1000回。你要真照10000回录，不发财吗？一录书40块钱一回，一回也不大，20分钟。邓德勇老师去，人家就是纯粹是小说朗诵，按着书读。我那得说书，给我弄了一个云居寺净晚大和尚传奇，这么厚的书，我正好你也照着60回说，60回你不就治下来了，挣点钱了，照60回，我也真对得起郑老师，说了20回，说不下去了，实在没法说那书，没情节，那书里净念经的事儿。你说我对佛教又不是太懂，我给人说个师傅经，又批判，来个偷斧子，人不把电台砸了。在这种现场说书就不一样。过去呢，说书的单田芳单先生那阵儿在东北说书，也是书馆说《铜陵传》，啊，铜陵飞身上树，这铜陵落在树上，就开聊了3天了。这铜陵没下来，书座都受不了了。单先生，您这太过分了，您这铜陵该下来了，受不了这个。那阵都这样，说这个吹阵金蝉子，玉林这锤举起来，完了就说那
什么，我明天出差，但是我想听这清洁，您能不能等我回来以后您再唠一锤。嗯，有出差一两天还不行，您多长时间啊？我俩月。您行，您回去吧，俩月以后您再来吧。啊，这位俩月以后来，这锤还没唠下来呢。那个说书的呀，他是有手段，肚子里边知道的得多，天文地理什么都得明白，你说多深入吗？不敢说，皮毛而已。而且那阵儿观众啊，跟您现在不一样，那阵儿观众没有什么文化，认识字的都少。您好，看吴雪岩没有，认识字的都少，说书的怎么说他就怎么听。你现在不行，这有大学，这又有没事就记录，台上演员说什么他底下记录回去查去，啊，好的他就歌颂，不怎么样的就批判，没法糊弄大伙，所以就不像那阵儿，下午这书啊说到也不能算太热闹的地方。今天我估计这书啊时间不会太长，为什么呢？评书得赶这扣子，这扣子扣到哪儿就不能再往下说了，再说这叫卸扣，大伙儿就听着没劲了。没想到贺峰这个，我要知他这个说这么长，我让他攒底了，我就说个半个多钟头，在胡同杨鹤通说20分钟。哎，其实他不是不说，他没准备，他后头黄半仙下午说了一半，没说完。晚上他说不了，他后头词儿不会了。这您可以在微博上批判一下，他是现准备的，他正整理连升三级呢，下功夫弄这个，可能下周吧，两周以后轮到这儿，他来连升三级。然后不知道他要开一个什么长点的书，我也说你别开那短的，啊，有那么两回就说完了《天杏花》，大伙儿骗得一愣一愣的。那哪说两回？那说三回。门开开，里头躺一老头儿，你说这么邪性，最后就那个结尾。是吧？你是把咱先生豁出去了，这把书馆砸了，你们怨你怨我。别弄这个，弄点那个实打实的。咱们下午说到哪儿啊？朝天岭，镇八方王继先过60大寿，请大刀镇陕西严正方，亲自去赴宴，可把徐良给乐坏了。这机会可太难得了，我干嘛来的？我就是要去朝天岭捉拿白菊花燕飞。这机会到这儿了，岳父。您要去呀，您可注意白菊花燕飞，再注意四宝。燕飞长什么模样？四宝不是主持人啊，注意他干嘛？黑不溜秋的。高峰，没事，我这跟高峰啊，从天津一块玩到大，说两句笑话，高峰也不耐。我说他，他说我，他在这书馆估计也没少说我。您可注意四宝。官袍带履，白菊花长什么模样，都交得清楚。倒霉在谁身上？许庆。许连他这爹可太难了。许庆嗷嗷站起来，娘子，费那么半天话，你去不完了吗？你乔装改扮，把你的白眼眉挡上。实在不行，我跟你去，我保驾，我护着你。许良是抖着手，爹呀。您可不能去，朝天岭是龙潭虎穴，怎么不能去？瞧不起我，嫌我饭桶，你不让我去不行。你要这么说，我还非去不可。没办法，徐庆也去，等于赶奔朝天岭，大刀镇陕西严正方，再加上白眼眉徐良，还有穿山鼠徐庆，又带了这么十几个小伙计，雇船得过江。对面就是朝天岭，哗，大江马尾江宽了过来，到了对岸，徐良偷眼一看，这座朝天岭可了不得，
山连山，山套山，山山不断岭，连岭岭接岭，岭岭相蹭，三面靠水，一面靠山，山脚之下就是这座易守难攻的长天岭。只见寨门分为左右，由搭里面出来一队兵，弓箭手持弓带兵，二队兵藤牌手虎圆征，三队兵三股叉叉盘乱响，四队兵死能剪剪放光明，五队兵五虎钩钩人落马，六队兵六合枪枪趁红缨，七队兵七星剑剑光夺目，八队兵八棱锤叮当有声，九队兵九星锁锁马入阵，十队兵拐子流星是真叫威猛。排开一看，真了不得，不愧是朝天岭大贼妖啊，官府几次派兵来，就愣没拿下朝天岭。徐良暗挑大指，心想：我要是一个人夜探朝天岭，真是凶多吉少啊！正往前走，头里出来一位，就见这位头戴软包金绢帕宁头，周身穿青，遍体挂皂一抱拳。我说：敢问您是严正方严老爷子吗？不才正是在下，正是小老儿严正方。太好了，我们大寨主正等着您呢。请说声往里请。再看两边，列出来削刀手100名，这边50名，这边50名。削刀手拿着短刀，把这刀可就全都立起来。什么意思？都说你大刀镇陕西严正方有能耐，都说你功夫好，先给你来个阵势。别看请你来赴宴，试试你的胆量如何，敢不敢从这儿钻过去？敢钻过去够爷们儿，算条汉；不敢钻过去，怕走半截人家刀下来剁成肉泥，这朋友人家不交了。江湖道讲究这个。严正方一看，这刀尖闪闪发光，夺人耳目。胆儿小的真不敢进。再看老爷子严正方，哈哈大笑，手捻银髯，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这大寨主还给我备下这么一个礼物。来来来，请请请！说着请，迈步往里就走，是泰然自若。徐良、徐庆也在后边跟着。过了头一道关，第二道关，100名长枪手把这枪也搭起来，敢不敢往底下走？真胆小的不敢走，走一半人家枪往下一扎成筛子。咱就这么说，老爷子连过了3道关口，来到聚义分赃厅。瞧请的那个人可太多了，高的高，矮的矮，胖的胖，瘦的瘦，高大的魁梧，瘦小的精神，白的白似雪，黑的黑似铁，红的红似血，黄的黄似血，三山五岳的宾朋全到。这个山上光喽啰兵就得有10000，贼人就不计其数，成了名的侠剑客数不胜数。再看正当中虎皮椅上端坐着一位，你瞧这种仗，我的天，太凶了！这位要站起来，楚天楚地，跟个擎天柱似的，面如重枣，大红脸，红眉毛往上挑挑，一折两折三折往上那么拧着，大鼻子，就好像弄一蒜搁当间似的，大嘴一张口。耳垂轮火炭红，喜庆连兵络腮的红胡子，旁边站着6个喽啰兵，喽啰兵一块儿给他拖着一口刀。其实这刀啊，俩人拖着就行，没多大分量，但是得要这炮。6个人，这江湖道讲究这个，让人一看我有分量。艺人也是这样，我师傅郭德纲出去，其实后头跟一个跟包的就行，就拎个箱子，里头大褂能有什么呀？得跟你10好几个，这拿着鞋，那拿着毛巾，这拎着学包，那后头屁颠屁颠的，
用不着。好多以前认识的、不认识的，呼噜全来了。这叫什么呀？他出名了。若干年前，在华生天桥的时候，那阵儿谁知道郭德纲啊？没人知道。那阵都是什么姜昆啊、冯巩啊，都是这个。郭德纲在北京城知道的人太少了，极其喜欢相声的观众才知道有个郭德纲。那阵我们打天津到华生天桥一看，赶上他专场，底下十个观众，后台就是这几个徒弟。那阵还有王玉波，那阵好像我去那天还没有徐德亮，可能是后来才有徐德亮。有李菁、何云伟啊、曹云金呐、那阵也都没伴儿，什么潘云霞、张云雷，张云雷还不像现在那么，那阵儿啊，那阵还像个人，现在不怎么那样了，经历挺惨的，是吧？正常人哪有那样的？就是就没别人了，就是四老，那阵德云四老还都在呢，现在四老死走逃亡，就剩文山先生还有邢文昭邢先生，王先生就走了，退出了，张文顺张先生故去。那后台啊，除了这些人没人了，哪儿你说是什么朋友发小什么同行没有啊？现在您再看啊，德云社后台我师傅一到，哎呦天哪，那个生面孔啊太多了，哪叫发小，哪叫邻居，从小玩到大的邻居，哪叫什么我啊什么我师傅父亲收的干儿子也都来了，呵，一堆呀、啊，虾兵蟹将，真的一堆，这叫什么呀？富在深山有远亲，穷在闹市无人问，都是这样，这也很正常，可以理解。好，六个喽啰兵扛着刀，王继先往这一坐，你瞧这派头，撇着嘴，嘴撇得跟八万似的，真没耳朵挡着，能撇后脑勺去。徐良偷眼一看，哦，这就是王继先，心想这个人功夫可不弱。为什么？一看王继先，二目如电，这俩眼睛真要是在黑天就看俩亮光，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。练武术的人看眼睛，一看眼睛清澈，这功夫好，一看眼睛面目呆滞，这完了。说相声也是这样，一上场精神面貌那一站一说一上去，这样这相声准惨。现在什么样的都有，甭说这样上去，爬着上去，我估计都没人管。现在一切都变化，越另类是越好。前两天看这个一周立国秀，都说不好，还真都说不好。周立国不行，周立国哪玩没法看，那单口相声有什么听？人没说人是单口相声，我看看吧。哎，我这一看呢，我还不错。反正我个人认为，人家这个新兴出来的这种娱乐方式挺好，又讲了政治，又有娱乐，又有包袱，啊，完事儿还自己柳一个唱个歌，翻唱完了，哎，再新唱一个，没想到他还能唱歌。有的我们这同行就说，他那个不伦不类，说评书不评书的，说单口不单口，人没说自己是曲艺演员的，干嘛这样？李玉刚出名，唱京剧的先急了，他那京剧唱的不对，人都是说是唱京剧的，人就借鉴，跟我师傅说书似的。他的评书里都是包袱，单口相声，过去的评书也有包袱，从头到尾哈一个包袱都没有，再没有情节，是底下观众受得了吗？那个，这个就是鸡蛋里挑骨头，没有这必要。往这一坐，稳如泰山一般，
往里这一走，严正方刚迈头一步，再看王继先腾腾就站起来了，好家伙，伸着两个胳膊，哎呀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要这热情劲儿，估计没说什么好话，没听见，没事说要现原形的，这显着热情，太热情了，说变成忍者神龟，变那玩意儿干嘛呀？好像抱住，其实这俩人根本没见过面。就是耳闻，知道这儿有个王继先，这儿有一个严正方，俩人都是江湖道，提起来手去一指，没见过面，但是瞧这派头能看出来，这是严正方，不亲假亲，不近假近。那严正方呢，老爷子也是外面人呐，你不能一冒我不认识你，没那样。大寨主啊，久闻大名啊，今日一见，老朽是三生有幸。哎呀，老爷子，你说的可太客气了。来来来，这厢来，携手揽吧。各位，朕八方王继先一伸手，砰，就把大刀镇陕西严正方老爷子这手给抓住了。说是握手，实际不然，试试你的功夫怎么样。这一抓，这要换我，当时就酥了。这抓，严正方一看，嚯，干嘛呀？还想试试我的功夫啊？能让你给弄住，我就不能叫大刀镇陕西来。哈哈哈，笑着，这劲儿可就集中到这胳膊上了，啪一抓，两个手一握，较开劲儿，俩人在这不动，呲牙咧嘴。再看地下的方砖，咔咔，当时裂了四五块。王罗宾心，你这二位什么毛病？这是？有人过来，怎么的了？这是？呵呵呵，这一笑就明白了，功夫高，不愧叫大刀镇陕西的陕西侠。严正方也乐，呵呵，那意思好，不愧叫镇八方，有功夫。携手揽腕进了聚义分赃厅，摆摆酒宴。那酒宴一摆上，小肠陈、卤煮、豆汁儿，不是那个。哪叫山中走兽灵珠宴，呵，那家伙嘎了上清汤，贝壳金冷啤酒，哎呦，小螃蟹，这俩玩意儿，青岛啤酒，我旁边有一胖子没出去，是旁边那领队急了，就你没出去，我们还吃不吃？大伙儿是谈天说地，主要的话题王继先和严正方俩人聊天。那位说这两个人不认识，干嘛这位山贼王继先干嘛要请严正方啊？有冤故，严正方是三千户的头，两个人就隔着一条江，就跟我跟您各位似的，就隔这一张桌子。严正方三千户管着三千人，不把这邻居弄好喽，这邻居跟官府一块儿，要是大朝天岭，那可易如反掌。心想我把这老头弄到我手里，我们俩成为好朋友，官府再来，他做一个眼线，能给我通风报信。这边为什么来？为徐良，徐良捉拿白菊花燕飞呀、啊。两个人都有不同的心理，坐这一聊天，严正方就琢磨，光聊闲玩儿不行，我不是说跟你玩笑来的，我是干嘛来的？我得替我这姑爷捉拿白菊花燕飞，拿这四宝。一看徐良，徐良就在旁边，帽子压得很低。各位，
徐良一进朝天岭，谁也没发现是徐良，但是大厅里边有一个人可看出来，这个人偷眼一看，真了不得，这不是我爹徐良啊，没鼻子的，洗个大头回房叔安，团城一破，房叔安跑到朝天岭来了，这小子是得哪儿跑哪儿。挨着大树好乘凉。我的妈，朝天岭要完呀、啊！这不是我得看小心点儿了。他可都做好心理准备，除了房树安，谁也没发现徐良。严正方偷眼看徐良，一瞧徐良这表情啊，就明白了，好像人群里边没有白菊花。严正方就问了。大寨主，看您这次请了不少朋友啊，可不是嘛、啊！这次我请的朋友可不少，你看这得好几千号，还有没来的。不过这些人都不算什么。我说，老爷子，我问问，据你看，方今天下武林当中，哪位是了不起的高人？大寨主。要让我看，那得说北侠欧阳春。哎呀，废呀！欧阳春废了。以前说北侠行，现在出家当和尚了，落法为僧了。咱们这事儿他管不着了，这个不算什么英雄。那要让我看南侠玉猫，哎呀，小猫过时了。他那招以前管用，现在连我这喽啰兵都打不过。你说的这些都不叫英雄，要让我看，放进天下，绿林道上能称得起英雄的，只有一位。这个人长得可漂亮，什么白眼眉徐良太丑了。我说的这个英雄，比徐良强之万倍。徐良就琢磨。比我还强半倍，那得多难看。这人能什么模样？这人长得漂亮不说，一身的好功夫，高来高去，怒地飞腾，走高楼越大厦，如走平川，横跳江河，竖跳海，半丈高楼用脚踩，这都不在话下。掌中一口紫电青霜剑，好可惜，紫电青霜剑丢了。严正方正琢磨，这人这么大能耐，使一口紫电青霜剑，剑丢这剑我丢过，这么大能耐把自己家伙给弄丢了，他怎么丢的？奸人暗算的，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，这都不算什么。他夜入皇宫，盗走国家的四宝，官袍带履。一说这话，严正方这个表情上有了一个细微的变化，但是马上又收回去了。你不能一听哈，燕飞这是啊，哈哈哈哈那你傻子都能看出来呀。心中一动，偷眼看徐良，再看徐良那白眉毛，那也就是眉毛，好像没把帽子顶起来，太高兴了。眼神告诉了老岳父，弄不好就是燕飞。这个人是谁呀？这个人就在我的山上。我说，叫旁边喽啰兵去到后山把燕寨主请来。这一说燕寨主，徐良心想，八九不离十，弄不好就是燕飞，官袍带履吗？这位走了。按现在钟点来说，40分钟，就听外头喊了一声：“燕寨主到！”众人抬眼一看，外头进来这位，穿白褂素，长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，咱们就不用开脸了。因为以前燕飞头一回出来，咱们开脸了，没事净开脸的这个，纯粹是耽误时间。因为这书里头书胆呢，开一次脸两次脸就足够了。
动不动出来开回脸，一开开四五分钟，这一回里没干别的，净开脸了。大伙儿听惯口就不好吗？是不是？长得就是漂亮就完，但是一看，这个人是才华到顶，这眼窝深陷，黑眼圈有点瘦，官府天天追他。瘦，你看他的。哦，这个也还行。他这个官府天天追呀、啊，没事东躲西藏，提心吊胆，吃不好喝不好，好还发福还胖，那太没心没肺了。不受奴才眼窝深陷，一看天天呢就干一些不正当的事情。月亮一看，哼，你个王八，你求求我，眼飞的眼飞，跟你个兔崽子。我没想到你真落在朝天岭了，跟太好了。严正方一看徐良，那就明白了，这就是燕飞。徐良真想过去吧，燕飞拿住拿绳子捆上，夹着他上房回开封。但是不能那么做，真要那么做，那就全完了。这颗心激动了，但是也得沉稳。真看着自己喜欢的偶像，这颗激动的心，热血沸腾，能压下去不含糊。就这么瞧着燕飞，燕飞不乐意来。燕飞心想：大寨主啊，大寨主，咱来的时候我怎么跟你说呢？我就在后山一待，你过六十大寿，我给你寿礼，官袍带履送给你就完了。你甭管请什么高人，别让我露面。真让我一露面，万一开封府的人混进朝天岭，那我不就麻烦了？一打听，来了个大刀镇陕西严正方，啊，跟大寨主关系不错。大寨主一高兴，把我给叨了出来了。你这个，直瞒着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在人家一亩三分地儿，人在矮檐下，怎能不低头？大寨主，哈哈哈哈哈！严寨主，来来来，坐坐坐，我给你介绍个朋友，这位是我新交的好朋友，大刀镇陕西严正方严老爷子，人称陕西侠。来来来，严寨主，你赶紧来见礼。老爷子久闻大名，客套了几句。燕飞往这一坐，就琢磨。大刀镇陕西严正方，陕西侠，我听说过严正方，听说他跟北夏欧阳春关系可不错，欧阳春可是开封府的人呐，这位会不会也是开封府的人？这燕飞贼就在这个地方，看着严正方，只给严正方相面，看了半天没看出破绽，严正方呢？装的跟怎么着似的，跟没事人一样。我说燕寨主啊，刚才听大寨主说了，一舞皇宫盗走四宝，真是少年英雄，老朽佩服。哪里哪里，说到这儿，这位王继先高兴了。哎，对了，一提这四宝，我想起来了。哎，叫旁边喽啰兵去，到我卧室二号柜，打开之后。里边有这个黄包子皮儿，把这黄包子皮儿取来，小心着点儿。哎，不大一会儿，小楼兵端来一个盘子，盘子上的黄包子皮儿盖着，到这儿打开一看，官袍带履，这一套东西往这儿一放，霞光万道，瑞彩千条。这帽子上多少珍珠？好家伙，上千颗珍珠穿成个帽子，往脑袋上一戴，你好。你没功夫，你带不动。桃子，能工巧舞，巧匠雕，那穿身上，冬天穿上暖和，夏天穿上凉快。这鞋穿上这双鞋，日行一千，夜走八百。骑马上的人就说不错。徐良一看，可要了命，官袍带履呀。就在我的眼前，这我要过去把它拿过来，太
正方看着徐良，严正方也想伸手拿呀，这手抬了三抬又放下了。旁边有人看，心说这练过颠勺干嘛呀，这是这位王继先也高兴啊，今天我痛快，来来来，我说皇上穿这套，我他妈就是皇上，我穿上。好，他把官袍带领穿上了，他穿上怎么看怎么别扭，人家大高个，红脸红胡子红眉毛，穿上这套官袍带履太难看了，跟判官似的。但他是大寨主啊，旁边有拍马屁的，好，大寨主您这身衣服穿上真好，人配衣服马配鞍，您穿上太漂亮了，您就是皇上，我中皇万岁万万岁。哪儿都有拍马屁的，都是这个说相声，真我师父说段相声真泥喽，火了，大伙捧了。郭老师您这嗓子真好，您这个说的不错，您这唱的也好，您这包袱设计的好，真泥了。怎么捧也有人捧，您这听着真有滋味。拍马屁的他永远有词儿，有一个一起哄，我主皇万岁万万岁，一个带俩，俩带仨，仨带一片，哇，我主皇万岁万万岁，跪倒磕头。这一磕头可不要紧，白菊花燕飞没有办法，碍于情面他也跪下了。严正方徐良徐庆可没法跪，这我要跪下我等于认可你是皇上，这可就麻烦了。各位，就在这尴尬的时候，大伙山呼万岁可气恼了一个人，谁？穿山鼠徐庆。徐庆打刚才那火就撞到顶梁上，他奶奶的，这四老就在这儿，我拿不着，燕飞就在跟前儿，我逮不着。你呵，兔崽子，还穿上皇上的衣服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，瞧你那个德行，大伙这一跪他，徐庆不干，啪一拍桌子，徐庆的大巴掌，拍石头，石头都能碎，这一拍桌子。硬木的桌子咔嚓就塌下去了，别他妈办了！哎，我说王继先，你也不看看你，你哪像皇上？你怎么的了？你就皇上啊？你敢当皇上？官服一刀，把你朝天陵就给抄喽！冷不丁来这么一嗓子，这屋里都乱了套了。两秒钟刷就静下来了，大伙儿哪位呀、啊、这是正八方王继先一看，这不严正方带来的吗？刚才还没注意，一瞧这位五的三粗，我说他是，我是我徐庆，我是穿山鼠开封府四品带刀护卫，徐良是我儿子，我查抄你来了。天哪，这一下子严正方直抖了手，坏了坏了，你哪是徐良的爹，你是我亲爹，要了我的命。徐良直跺脚，哎呀老爹，刚煮好的粥您扔了把沙子，您这一喊真把燕飞给吓跑喽，那不就麻烦了，我们哪逮他去，你也就是我爹吧，你要是别人我弄死你去。好儿子，但恨呐、啊、没有办法，这一下就败露了。严正方一笑，大寨主啊，他说的不错，他就是穿山鼠徐庆，我劝你赶紧把四宝交给国家，把白菊花燕飞送到开封府，还能保你朝天岭平安无事。哦，哈哈哈哈，镇八方王继先是仰天大笑，罢了。我说严正方啊，好，我佩服你，也怨我花钱把你请来，合算我是引狼入室啊，我是这么热情招待你，没想到你带着开封府的人打算查抄我这朝天岭。也不是我说大话，就凭你还有徐庆，你们两个鼠辈敢抄我朝天岭，借你们个胆儿也不敢。你说这话
徐庆嗷嗷一声，我还有儿子呢，拍手，把徐良帽子给打下去了，凳子算了，这一露白眉毛，哇，大厅里就乱了，徐良，苍啷啷，各拉兵刃就跳到当院，这一下不打可就不行了。嗷嗷一声蹦过来一位，谁？莲花仙子纪晓圈，掌中一口大宝剑。这位也有能耐，那也是杀人无数的一个贼魔啊！飞身行过来，徐良压刀就要过去，徐庆给拦住了。儿，别忙，我先上，大将督后斩。别看我是你爹，打仗我先来。小小的毛贼能用得着你身手吗？瞧我的！再看穿山鼠探背朝的疯狂，擦啦，钢刀出鞘。徐庆没有保家了，就是一口折铁钢刀，仗着有马子力气，嗷嗷一声蹦到当院，搂头盖顶，站着纪晓圈面门，这当就下来。莲花仙子使一口宝剑往旁边一闪身，唰，一刀走空，插招换式就斗在一处，十个照面，徐庆就盯不住了，一拉鬓角，热汗直淌。我的个妈呀！早知道叫徐良，这不要命，打不过他呀。心想我也不会扔暗器呀，我要会扔暗器，我扔一下子不也行吗？我说打不过你，我多丢人呐！我这么大的穿山鼠。其实他说打不过也没人笑话他，你要说徐良这样大伙就笑了，怎么办也罢，逢强智取，遇弱活擒，打不过你我跑，拉了个败势转身就走，拿纪晓圈能干的，呵，徐庆拿命来，压剑就追，眼看就追上穿山鼠了。徐庆是真有绝的，听后头声音，纪晓圈到背后，这么大的穿山鼠把屁股一撅，放一屁，为什么跑啊？他知道屁来了，攒这屁呢。这被追到后边，一绷劲儿，这屁。一道黄烟噌就冲过去了，纪晓圈大吃一惊，想说这是什么暗器，这一张嘴来口大的，当时脑袋就懵了。徐三爷这屁，按理说这个响屁呀都不臭，他这响屁比烟屁还臭。这心想我吸的这是什么玩意儿，蒙灯转向，其实两秒钟就能还上来，马上就到两秒钟了。徐庆哪管那一翻腕子，这一刀好可叹，这位莲花仙子脑袋咕噜噜临死都不知道怎么死了，还琢磨这是什么暗器，周围一看哟，徐庆有能耐，了不得！这暗器五色迷魂吧，没抖了手绢就冒烟，怎么冒？他这手绢搁屁股上，怎么抖了呢？大伙儿议论纷纷，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连徐良都纳闷，说我爹有两下子，他正是扔暗器，他比我强，那这事我还真不会，那他这个迷魂怕什么时候学的？这正琢磨着呢，嗷嗷一声又蹦过来一位小霸王张青，晃掌中大枪奔徐庆就下了家伙了，张劈了一枪，穿山鼠往旁边一闪身，两个人插张换式斗在一处，五个照面，徐爷白给，还用刚才那招没有了，对了，不是说这屁想来就来，他也有绝的，撒腿就跑，这位挡枪就追，
追来追去，再看许三爷唰啦一转身，面对着张骞，来，张骞就一愣，这一愣神的功夫，徐庆他穿这鞋呀，有大点来，没有裹脚布，他不包着。他这脚啊太臭，轻易不洗，掉河里算洗一回。一抬脚，啪！把这鞋大呀，他这一甩呀、啊、就比较轻松，啪！这鞋就甩起来了，俩脚趾头，大脚豆，这一晃，他不洗呀、啊，连。脚卡子里的泥儿，再加上脚臭，这一来，那意思耶，这辈子我操！这口比刚才那屁还要命，他天天搁鞋里闷着，他睡觉都不脱鞋，你想想，他这辈子自己一屋。跟媳妇入洞房就那一回，那媳妇再不让他进洞房，没法进，受不了，好像没死过去，就那一回就有了徐良了。就这么一会儿，臭脚加臭屁，赢的呀，真不露脸呐！用刀，这位脑袋也掉了。徐庆还挺美，把鞋穿上，哪个还来？再看周围，哗，没人了，太味儿了。徐良臊的脸跟红布似的，真说爹呀，你可给我丢人现眼了。飞身行跳到跟前，啊，爹呀，你快回去吧。哎，没事，我还有这只脚呢。徐庆不想下。徐庆这辈子没露过脸，就是见皇上封官的时候露了一次脸，钻这假山石，钻这山洞，穿山鼠嘛，皇上一口亲封，说你这算是绝技，给你来一个四品带刀护卫，他觉得挺美。打那儿起就没打过胜仗，上去就拜，上去就拜。这最近呢开窍了，总结了点经验，用这种方法取胜，好不容易胜两场，他不想下去，还要，咱就这么说吧，徐三爷又胜了两个贼人，这两个贼人功夫也是差点，还没等徐三爷脱鞋呢，这脑袋就掉了，这一下可不要紧，这八方王继先是勃然大怒，头阵败，阵阵败。头阵胜，阵阵胜，头一个上去打赢的，那、啊、气势鼓舞起来了，那往后打的顺手了，有节奏感了，这个上来就输了，还输的那么窝呢，哪个还上，哪个还上，连问了三声没人答应，可把王继先给气坏了，合着我花钱请了这么些个饭桶都不来，也罢，我的刀来，说声开刀，六个小喽啰就过来了。哎，刀沉，其实俩人就能扛。伸手刚要拿刀，旁边有人口念佛号：“我列天尊，大寨主，闪退一旁，带贫道去会一会穿山鼠。”偷眼一看，谁？三星道爷张老道，张小乙，张小乙好像跟他这个，他这个皮裤胡同，可能那里也有张小乙。啊，这没想到这么寸，这原著上也叫张小乙。三星道长张小乙，六十，花白的胡须，穿一身道袍，飞身行来到徐庆跟前。徐庆有能耐吗？没能耐，没能耐是没能耐，又碰见这么一位三星道长，多的能耐，那是剑客的身份。跟徐庆打了五个照面，一开上，嘡一拳，穿山鼠噔噔噔噔，扑通栽倒。旁边喽啰过来，马肩屠龙二倍，
棍上。徐庆这一把，严正方可就挂不住了，飞身行过来会斗张萧仪。严正方有能耐，分跟谁比？跟徐庆比那了不得，跟张萧仪比差的太多了。30个照面叫人拿下，马肩头拢二被捆上。这一下徐良要再不过来，可就说不过去了。再看山西大雁斗丹天一声喝喊，啊，你个王八绿球球的，他休得猖狂，啊，山西人来了，擦当冲金丝大魂刀飞身行过来，会斗张萧仪。徐良可有功夫，但是徐良做梦也没想到，张萧仪浑身上下硬气功，拿刀砍砍不动人家，看着挺瘦，哪哪都是硬气。好家伙，打着打着，徐良心想，甭费劲了，刀砍砍不动，我拿镖打你。徐良知道练硬气功三个地儿练不到，眼睛、裆、胳膊，心想这仨地儿啊，我只要打你眼睛，你就必死无疑。飞身行就走，张萧仪晃剑就追，一个前一个后。再看徐良一伸手，镖拿出来，啪一甩，张萧仪一歪脑袋，一镖打空。徐良这还是头一回直面打镖，没打着，头一回。张萧仪有能耐，徐良又掏一支镖，啪一打，又奔眼睛。张萧仪拿手一挡，砰，镖躲手上，没事儿，咔啷落地。徐良心想，这还麻烦，心想我就不信这邪，我就打不动你。又掏一支，唰一扔，张萧仪一捂眼睛，没有，我看你不坏了，把手拿下来一愣神儿，徐良这第三支镖就出手了，刚才这么一抖了没扔，这人一捂手一下来，徐良的镖唰就过去了，正中左眼，哎呀一声，眼睛那边进个沙子都不行，这进一个镖，大铁橛子，你倒往外拔呀，疼晕了，哎呀，这一拍就进去了，又补一下，活活的疼死。咱就这么说吧，徐良是力战群贼，谁也不是徐良的对手。镇八方王继先是忍无可忍，晃荡过去跟徐良斗到50个照面，拿不下徐良，逼挖鬓角热汗直淌，心想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徐良就能把我朝天岭给弄乱喽，也罢，一个打不过一块儿，好，一块儿杀。这一打手势，那群贼可就明白了，一块儿杀，杀杀，一个好汉，你浑身是铁，能粘几颗钉啊？上万人跟你打，你一个人，而且这打群架这就不讲究套路的，就是瞎砍了。这一万人站这儿，你徐良一个一个削脑袋，人家不还手，你砍会儿，你这胳膊就不麻吗？再说人家还得打你。再看徐良改红眉毛了，浑身上下绷的全是血，肠子堵得满天乱飞，哭爹喊妈可了吗？但是徐良想要救徐庆、救严正方，他救不了。自己能跑能跑，但是他不能跑，爹在这压着呢，岳父在这压着呢，我跑了算怎么回事？玩命了。徐良也就豁出去了，心想大不了死在这儿呗，这能有什么？正杀着，就听月亮门洞有人斗丹天一声喝喊：“呆！”众人闪开，爹，休得惊慌，莫要害怕，孩儿打我了，可怜了，就这一声喝喊。就好像半天空中打了一个炸雷，刚才咔嚓咔嚓。
这一声喊可把镇八方王继先给乐坏了。一看，哎呦我的儿啊，你怎么才来呀？谁呀？王继先的名伶一子干儿子。一瞧这位长得可太漂亮，身高在70开外，面皮白，说白不白不白，有白白中透亮，亮中透白，头戴软刀金卷盘拧头，左边边歪打麻花扣，寸拍骨头扭，周身扭盘拧扣，去一扣七青缎子兜裆滚裤，蹬一双薄底快靴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。一瞧，一没挎镖囊，二没挎宝剑，背后也没背着钢刀，赤手空拳往这一站，就这张小脸太漂亮了，好看。往这一站，他不笑的时候，您看他都是在笑，而且还有俩酒窝，小笑眼儿。你生多大气的人，一看这位，当时没活了就。那这位要活到现在，这些偶像派那就全完了。谁呀？笑面郎君沈明杰。小七杰其中一杰，沈明杰这一出世，那徐良可碰着硬敌了。别，闪退一旁。徐良，哈哈哈哈，你就是徐良，呵，把你狂的。刚才我没到，现在我来了。别，不要惊慌，把这丑鬼交与孩儿。徐良来到沈明杰跟前一问。笑面郎君沈明杰，啊，你就是笑面郎君沈明杰，听说过没？听说过，野鸡没名儿，草鞋没号，啊，你爹都不行，你不更白给吗？徐良啊，你别看我爹不行，我这个能耐你可是没见过，不信咱俩比划比划，几个照面我就能把你给拿下。不过可有一劫，咱俩要比武。都说你是三手大将，一手三暗器，我不会打暗器，咱俩打也行。你把你的那个镖囊，你把你那些零碎都扔了，咱就动家伙或者比拳脚，你敢吗？徐良心想，这沈明杰小瞧我了，认为我没有暗器我就拿不下你，那你可太觉得我徐良不怎么样了。哦好，那我就听你的。镖囊零碎摘下来，再看徐良，一晃金丝大环刀，哗啦啦啦啦啦，大环子一响，大环子一响，那就是摄人魂魄。啊，沈明杰，你亮家伙吧！啊，我看你赤手空拳，啊，那边有兵器架子，啊，你使什么家伙？哈哈哈，臭鬼！哎呀，你也没有什么眼光啊！你别看我赤手空拳。我也不用从兵器架子上拿家伙，啊，你不拿家伙，啊，你用什么打？啊，你要是拳脚，我也不使金丝大环刀。非也，我可不用拳脚，你来看。说着话，沈明杰一抬腰，把这衣服底襟可给撩起来了。一看腰里围着一个家伙，相当于现在的皮带，一边是龙头，一边是凤尾。龙头那牙勾着凤尾，这位当天一令混元气，腰眼一使，就这一下，这家伙就出来了。龙头凤尾的杆棒，软家伙，在腰里能缠着当皮带使唤，那徐良哪看得出来？一抬腰把这龙头凤尾杆棒拿出来，啪那么一抖，好家伙，软东西，啪那么一抖。跟个枪似的，丑鬼，这就是我的兵器，龙头凤尾杆棒。来看咱俩到底是谁强谁弱。徐良心想：你龙头凤尾杆棒能怎么的？我金丝大环刀还在乎你？徐良这会儿可不像平常了，你先打我，我第二个打你，没有了。累了半天了。心想把你解决了再说，飞身行过去，龙头派唰啦一刀，这刀奔着沈明杰面门就来了。再看笑面郎君，一不慌二不忙，往旁边一闪身，一晃杆棒，杆
掌柜往下一扫，这棒子奔徐良腿。徐良这刀是砍沈明杰，人家不躲，拿棒子缠徐良腿。徐良明白这东西是软的，真要缠上一拽，我当时就躺下，我只要一躺下我就算完了。徐良这刀砍，人家棒子缠徐良腿，再看徐良一抬手，一抬脚啊，这杆棒没勾着徐良。徐良这脚抬着刚往下一落，杆棒啪就过来了，徐良飞身而起，第二棒躲开，两个人插招换式斗在一处。徐良想赢沈明杰势比登天还难，沈明杰想赢徐良门都没有。一眨眼50个照面，他打了个棋逢对手将玉良才。山西大雁心想，他奶奶的，你个王八绿球球的，我还拿不下你，这可不行。这一着急呀，刀法也就有点乱。沈明杰更着急，大话都说出去了，心想这个丑鬼徐良怎么就这么厉害，我这龙头杆棒就拿他不下。心想我不打不了你了，干脆逢强制取，遇弱活擒，喊了一声丑鬼你跟我来，说声跟我来，再看笑面郎君沈明杰抽身就走，奔月了门洞。徐良心想啊，你跑啊，哪里走，压刀就追。沈明杰飞身行，跳到月亮门洞里头去了。徐良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迈步刚到月亮门洞里边，还没站好呢，就感觉脚底下一软，天塌地陷，一声咔啦一声，感情下边是翻板。沈明杰跳没事，他知道怎么走。徐良这一落正落翻板上，也就山西雁腰眼一提气，脚尖一点地，舌尖一顶上牙膛，飞身而起躲开，跳起来刚又一落地，心想这是平地了吧，做梦也没想到三环套月的消息，一院的消息埋伏实地，你不是当地的人你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往下一落咔，翻板一开，徐良再一提气又蹦起来，一般人头一个就掉下去了，徐良蹦起来两回，刚一落地咔，再提起蹦，蹦不起来了。徐良打了多半天了，杀了多少喽啰兵了，又跟笑面郎君沈明杰打了50个照面，毛60个回合，逼挖鬓角，热汗直淌，已经能有多大气力，又连蹦两次，这已经超乎常人，这第三下说什么也蹦不起来了。这么大的山西雁就掉进陷坑，万幸不是梅花坑，是净坑，里边都是石灰，扑起来旁边有人勾杆子搭上它，下去一和，把山西雁徐良可就勾起来了。这边笑面郎君沈定杰得意洋洋，爹我把它拿住了，绑，说声绑，旁边捆绑手把徐良捆好了之后，大寨主怎么处置，王继先一乐，怎么处置，丑鬼徐良杀我喽啰无数，杀他一个人难解我心头之恨，但是丑鬼不出我心难安，行行，开膛摘心，把徐良胸脯子亮出来，捆绑手闪退一旁，刀斧手过来，不是大刀砍，拿个小匕首，这个匕首好家伙，冷森森夺人二目，匕首一晃照着徐良前腿，各位这匕首尖儿可就碰到徐良胸口了。山西大雁心中暗想，哎，就凭我徐良闯荡江湖这么多年没栽过跟头，心想沈明杰呀沈明杰，我骂你八辈祖宗，你可太不应该了，你不让我使暗器，你可是暗下毒手啊，我死我死得太冤枉了。徐良是破口大骂，但是骂也没用啊，刀尖奔胸口来了。山西雁心想，败，必然等死，这刀尖眼看碰着徐良了，
旁边穿山鼠徐庆把眼睛都闭上了。完了，我的儿啊，你算死得太惨了。严正方眼泪都下来了，心说得了，我丫头算是守了寡了。这当今眼看到徐良胸口了，徐良心想，死就死了，我这死我算为国家尽忠了，等我做鬼我也不会放你沈明杰。就感觉胸前一凉，耳轮中就听噗的一声，要问徐良生死如何，明天